哎呀，小宝贝儿，哦，不开心啦，打个招呼，嗨，苗姐方不方便告诉报一下体重？体重方便啊，我特自信啊，1米65，45斤，公斤，啊，我减了一个2级防弹衣，我把12口径的这个减上。卧倒索引啊！哦，对，闪开。还有一个，走了。吓我一跳！我好像看见雪花了，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到人。杀死了一个人血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这正好有个树挡住了。哇！等等，谁？我靠！哎，我你看着点身后啊！哎，我站在石头后面，他还能打着我？他在你屁股后面，好不好？啊！在你屁股后面，好尴尬呀！我超怂的。哎，那个山上有哎。烟雾弹那块应该是有人，是不是？哎，来了，看见了。哎，后面，不是后面。有，房子里有人。帅，哎，他没看见你。漂亮。我杀了18个，队友牛逼啊！我好怂啊！谢谢啊，谢谢你们的鼓励啊！我下把会更怂的。好，咱们吃鸡啊，吃鸡！啊，这个怂出第一名，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玩这个游戏一定要怂出第一名，是吧？抱大腿怂也是怂吗？哎呀，快快快！哎呀，截图，哎哎，截图怎么截？F 十不对，F 11。哎，第一名，哎，帅帅帅帅，哎呀，我再看，我再看一会儿，哎呀，大吉大利，晚上吃鸡。我就不知道这子弹是在哪儿。我捡个燃料干什么？我是不是傻？哎，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呀？
个房间里面有东西吗？这块有个人，这块有个人，这块有两个人，两个人，两个人。就护着手榴弹，这边这个厂房里面还有一个啊，星星，我跟你讲。哪里啊？就在我刚刚在这个厂房，你看到了。啊、哦，哎，刚刚那过去那个你也杀了？啊，一个拿镰刀的不是？啊，对，啊对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橘红色的。亏了没走太远。到来了，完了，在哪？去死！怎么还有一个啊，他从两边包抄。聪明啊、哦！我靠，团队果真需要很多的头脑啊！这个游戏叫《绝地求杀大逃生》。绝地求生大逃杀。啊！绝地求生大逃杀。这个游戏叫做《绝地求杀大逃生》。绝地求生大逃杀。绝地求生大逃杀。游戏叫做《绝地求生大逃杀》，《绝地求杀大逃生》。咱们现在玩的游戏叫《绝命大逃生》，绝地逃杀大逃生，绝去，就是这个游戏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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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